随便坐啊，我换件衣服。什么事儿啊？最近见过董虎吗？没有。董秀华。叫我花。你知道董虎犯的是什么事儿吗？你要是知道他在哪儿，最好马上告诉我。要是等通缉令下来，可就来不及了。你知道包庇也是犯罪吗？你这不只是在包庇他，你是在害你自己。我不知道董虎在哪儿。本来没有多大事儿的，要是自首还能从轻，但要是潜逃的话，还牵连到你或者是更多的人，这孙子可就太不仗义了。我是在帮你，也是在帮他，不然就不是我一个人过来。你要是能联系到他，让他赶紧自首。哎，我会让他回来自首的。弟妹，组织上一定会安排好田队后续的康复工作，对田队会负责到底，有什么需要就跟我们说。谢谢郭局长。大家都先回吧，让田队好好休息。老崔，什么事儿？这次行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怎么搞成这样？甭问了，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。你说不清楚就给我写下来，把这次行动计划和执行的过程写一份报告，明天交给我。怎么着是要追责吗？那我现在就可以跟你说，全是我的责任，跟其他人无关。你这会儿给我耍仗义！你的责任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每一年，我们有多少公安战线的同志在执法中负伤牺牲？每一个负伤牺牲的干警，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，都是灭顶之灾。我知道，谁也不会因为有危险而退却，老夏不会，老田不会，我想你也不会，因为挡在老百姓身前，面对危险，这就是我们的责任。但身为领导，我也有责任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，避免我们的干警负伤牺牲。所以每次行动，尤其是出现意外的行动，必须做总结，以免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。你干什么去？写总结报告。大叔，我问一下，你知道外科特护病房怎么走吗？不过要说这男孩子啊，真的有点阳刚气。你连一下我手机，让你们看一下我儿子。军校刚毕业就得了训练标兵，真帅。
大叔。哦，特护病房在二楼，202，从这儿走。好，谢谢大叔。小伙子。姓名？我们得按流程走。姓名？董秀华。38。董虎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，论辈分他应该算是我的侄子。他在平安市开了一家财务管理公司，其实就是替人讨债的。按照他的说法，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，即便是讨债，也没有使用过违法的手段。昨天，他跟我说他有一笔款要收，可他正好犯了高血压，是我主动提出来，带上几个朋友去帮他收这个款。本来觉得，挺简单的一个事儿，我没想到。那辆车是怎么回事？车是董虎借给我们的，那辆车前一段时间撞坏了，刚修好。我们从车的备胎里发现了5公斤新型冰毒，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？我们真的不知道毒品的事情。你了解我的为人，我怎么可能干这样的事儿呢？喷子，潘警官，老田怎么样啊？命是保住了，情况不太好。这边怎么样？董虎人找不着了，跑路了。你觉得凭董虎这尿性，他敢玩这么大吗？反正我觉得他不敢。你怎么觉得不重要？还是得看事实，看证据。喷子，你问一下花儿，董虎让他收了钱以后送到哪儿？他给过我一个地址，在我的手机里。对接人是谁？说是给一个叫小青的人。有发现，血片。对对对，您看，有新的发现。小青，根据护照上的信息，嫌疑人名叫王东青，今年25岁。之前有过多次往返中缅的记录，这些都是董秀华提供的接头地址发现的。据判断，这个地址应该就是嫌疑人王东青在平安市的家。我们从他家的冰箱里查获了冰毒血片10公斤，在屋里还发现了2架已经损坏的遥控无人机。根据我们的判断，这个王东青应该就是之前汤阿祥口中的小青。
也是整个冰毒雪片在平安市的源头。等会儿，这不是我的判断，这恐怕只能是你个人的判断吧。这是我们禁毒队的分析判断。先让大孙说完。另外，我们在王东青的家中还发现了这个。大家知道，王东青在平安市发展了若干下线，其中董虎就是他在平安市最重要的一个点。这个董虎大概是30年前来到了平安市，早年混进社会，因为打架斗殴致人重伤，判过3年有期徒刑。后来开了这家所谓的虎威财务管理公司，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家讨债的公司，带有黑恶势力团伙的性质。而王东青正是利用他在社会上一些不法的势力，发展他成为了平安市贩毒网络的下线。这次呢，董虎是接到了王东青的指令，前去跟武文强交易，但是由于不明原因，临时找到了董秀华、万向东、方学强还有柳传杰4人代替，而王东青则在外围通过遥控无人机进行监控。在交易的现场，我们从董虎的汽车备胎里起获了冰毒雪片达5公斤。田队在追击嫌疑人王东青的时候，两人一起坠落，王东青死亡，田队受了重伤。你说完了？大崔，你说说看有什么问题？首先，你怎么认定这个王东青就是小青？就因为名字里有个青字吗？还因为从他家查到的毒品和2架遥控无人机，还有他出现在交易的现场，种种迹象表明他就是幕后的主谋。那董虎呢？就凭这几张名片，你就确定董虎是王东青的下线？徐师傅啊，您找茬呢？5公斤冰毒是不是从董虎的车里搜出来的？董虎现在下落不明，很可能已经畏罪潜逃了。那董秀华他们四个人呢？你是不是也认为他们有涉案嫌疑啊？这四个人的嫌疑目前可以暂时排除。潘师傅，您给他们做的审讯笔录我已经看过了，虽然他们大多数是刑满释放人员，但是没有涉毒的前科和再犯罪记录，并且口供都是一致的，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董虎蒙骗前去交易。这儿就说不通了呀。如果像你说的，董虎是王东青的下线，这么大的交易，董虎为什么要派几个吃瓜群众去？他自己为什么不去呢？我刚才说过了，不明原因。什么不明原因？不明原因叫查明白。郭局，我说不明原因不代表我真的不知道，而是想给在座的某些老同志留点面子。姓孙的，别在这儿刮阴风放蔫屁，来，痛快点，都别给面子。徐师傅，既然您已经自己站出来了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也纳闷董虎为什么不自己去交易，但是后来我搞明白了。搞明白什么了？说呀。徐师傅，听说，我也是听说，您跟董虎的交情挺深的。孙子，不是孙子，你他妈什么意思你？徐师傅，您别发火呀，我也只是猜测。我没说。哎呀，王东青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这个董虎。哎，师傅，这还有2里地呢吧？二弟，只能到这儿了，然后下去了。哎，哥们，给你加100，给我们拉过去。加多少钱都不行，带点太晦气，行吗？都说了给你加100，哪那么多废话呀？赶紧走。好了，真开不了，走不了。哎，真的。哎，没事，师傅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赶快下去。谢谢啊。臭小子，
黑着灯呢。他还锁着门呢。不是你确定二嘎在吗？这荒郊野外大晚上，他找不着他，回都回不去啊。那还在呀。我呀。谁呀？你嘛去了？接了个大便。哟。呵，吃了吗？你说哪对啊？前边陵园管理处的人早上八点上班，下午三点就下班了。这个期间你们就待在屋里，哪儿也别去。我这后边一般没人来。知道了。过会儿我把床垫子抻下来，你们就将就一下。二哥啊，实话说，想来想去的，也只能来你这儿了。我这回啊，栽在一帮愣头青的手里了，花儿、老万也都受了牵连，这小子给我下一连环套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大柱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你们到这儿来就是看老朋友来的。老胡，规矩别忘了。放心，火烧不到你身上，这回你还真能听听。我老虎是让人陷害了，你得帮我一忙。哎呀，这些年我帮了你多少忙啊？你小子先给我捅娄子。明天回缅甸吧，先避避风头。我不回去啊，是娄子我是捅了，但是我屁股擦的不是挺干净吗？干净个屁呀！你以为你把事情推到泰哥头上，就可以断臂求生了？当初我跟你说过，放董虎一马，你呢，非要玩这么一出。现在好了。警察要是找到东虎啊，你小子非吃不了兜着走，搞不好连我也得跟你走样。哎，叔，你想的太复杂了，其实很简单，让警察找不到东虎不就完了吗？你要怎么做？什么意思？让我们退出？这是组织的决定，你们几位老同志要服从命令。瞧您这没底气劲儿的，自己都觉得不合适吧？大崔，怎么跟上级说话的？本来同意你们探组随机调动，也是考虑到局里现在警力不足，警力结构存在青黄不接的诸多问题，想着让你们以老带新，发挥老同志应有的作用，所以才多次破裂，让你们组建探组，进入经侦队、专案组，包括调到禁毒队。可你们看看现在，现在怎么了？我们哪个案子不是尽心尽力、全力侦破？是，你们办案的能力没得说，取得的成绩我也都看在眼里。可是另一方面呢，在处理同事关系的问题上，你们存在很大的不足，这你承认吗？在任何一个集体中，你们都是最刺头的，简直就成什么了？你话都到嘴边了，别咽回去啊！你不就是想说我们是搅屎棍子吗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我们是警察，破案是我们的职责，我们不是来交朋友搞关系的。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破不了案不也白搭吗？话说回来，这个案子现在还没完呢，我们仨不能撤。不就剩个董虎还没抓到吗？我相信大孙的能力，你们就不用操心了。更何况，也得让你们避避嫌。这个话，你千万不要当着大棍子的面说。避什么嫌？大棍子是认识董虎，
他以前给棍子当过点子，仅此而已。棍子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就不顾原则。那天大孙在会上说的话，那是对一名老警察的侮辱。行了，你也别上纲上线。就算东湖和老徐没有任何牵连，那个叫花姐的呢？那个董秀华，据我所知，他和老徐关系不一般吧？所以啊，我现在让你们退出，也是对你们的一种保护。老田受伤之后，禁毒队上下都有着一股情绪。你们毕竟是金针抽掉过去的，进了一家门也未必是一家人，尽量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吧。大孙现在是代支队长，心气儿很足，我相信他能接好这个班。你们还接着回金针队专案组，那里还有重要的案子等着你们呢。这么说，你这个决定是不会再改了。不过我把话撂在这儿，雪片这个案子绝对不像现在看起来这么简单。您就走着瞧吧。大孙说这话确实不对。下回他来，我说他，让他给习师傅赔礼道歉。哎，不用。就是就是，老田，你安心养伤，就别替我们操心了。崔师傅，哎，你真觉得那小子就是小青啊？老田，你也觉得不对劲儿是吧？这几天我躺在床上一直在琢磨这事儿，从最早的汤阿祥，到现在的董虎，这个小青应该是一个非常狡猾、聪明的一个人。就这么被咱们逮着，总感觉太轻易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不过现在线索全断了，市面上也再没见过雪片，至于突破口在哪儿，我也没想好。如果那个王冬青只是个替死鬼，那我感觉反倒符合小青的做法。是啊，不过这些都不是我们该考虑的问题了。现在案子告一段落了，我们也该调回金针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过去今天早晨刚通知的。为什么呀？哪儿告一段落了？人都没抓着。领导的意思嘛，我们都是当大头兵的，只有听喝的份儿。唉。崔师傅，哎，这几天我一直在反思这次行动。我要是早听你的，多把注意力集中在监控遥控飞机上，或许就是另一个结果。我也不至于成这样。嗨，你瞎琢磨这些干什么呢？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伤养好。我们还等着你康复了，在一块办案子呢。嗯，就是就是。哎，老田，你这儿子可不得了啊！军校刚一毕业就荣获了这个训练标兵，这事儿你得请客啊。所以啊，你把身体养好了，出来请我们哥仨喝酒。没问题，必须的。哎，你们都来了。哦，哎哎哎，啊，行，那你先好好养着，我们也该走了。嗯，那个下回再来看你啊，弟妹，辛苦。哎，那个谢谢你们来看老田啊。来，哎，我们走了，走，老田，老三位慢走。哎哎，上，谢了啊。哎，哎，我呀，今儿给你新熬的粥，咱趁热喝啊。老田，大夫可说了啊，让你可少说话。别一说起这案子，您就没完没了的。现在我浑身上下能动的，就剩下这张嘴了。你还不让我说话？行，来，趁热喝啊，张嘴。吃吧。
坤子。哎。有点话，我想跟你说。说吧。今天吃药了吗？吃了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随便问问。嗨，你就是想说这事儿啊？咱俩散伙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想法在我脑袋里转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。你是警察，你跟我的这种关系肯定会影响到你。我知道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你早就当队长了。现在又出了这事儿，我怕。你怕什么呀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呀？不花，咱们这么多年过来，你不了解我吗？什么队长，我稀罕过吗？我知道。我知道你对我好。男人对一个女人付出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可女人最大的付出就是等。花儿，我知道，咱们都说好了吗？现在有新政策了，从警25年，他就可以提前退休吗？我早就到这年限了，我无非就想等一个正常的退休。你要是不愿意，我明天就去申请退休，行不行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愿意等。滚。我知道你愿意当警察。我知道你这辈子最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当一个警察，我不会逼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的。花儿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现在真的有点干不动了，我不如提前申请退休，退了休，咱俩风风光光的办场婚礼，我把你娶了，行不行？你怎么知道我愿意嫁给你？不嫁给我，嫁给谁？你要嫁给谁？哎，老李啊，这边再稍微高一点，哎，好，拉紧一点。哎呀，好好好，这样就好了。王姐，快过来！来了来了，快点儿！哎呀，看，我干闺女都上广告了，啊，真漂亮啊！狄如宝啊，她是 CEO。哦，哎，上回我给你们介绍的产品啊，就是他们公司的。王姐，你买了没有啊？我儿子说，这种来路不明的那个理财产品要小心。不让我买，怎么能是来路不明呢？你看见没有，人家都打广告了，而且平安电视台也在播他们的广告。你想想，电视台能骗人吗？李科长，我可买了，别人信不过，你张主任我能信不过吗？李大爷，谢谢您的信任，这是我干闺女他们公司办的，绝对没错。听他们说，这15天最短的，连本带利都能赎回。啊。这不是，我就给你们啊，介绍这理财的门路呢。你看，你们都在呢。哎，来了，吴老师。哎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咱呐得紧跟形势，别落伍了。嗯，那张主任你自己买了多少？我们家呀，除了定期我没拿出来，别的全投进地融宝了。哎，你的胆子呀还是不大。我把银行定期啊全取出来了，你们算呀，地融宝利息要比银行定期高多了，损失点定期，
利息算什么呀？哎呀，吴老师，您说的还真是的啊！不愧是教数学的，这账啊算得门清啊！只要你呀，我信得过。啊，太好了，回头啊，我也把我们家的定期啊取出来，全部投进地荣宝。综上所述，我们的目标是打造新梦想品牌，推广国漫，推动动漫文化周边产业的成熟和进步。谢谢各位。你说的这个 cosplay 真像你说的这么有市场，我怎么就没发现身边的年轻人有喜欢这个的啊？cosplay 呢，在95后、00后中间呢，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。每年的动漫展呢，都有大量的青少年参与，成为了年轻人的节日。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近两年动漫展的现场盛况。这是我们做的市场分析。那你的融资标的是多少？300万。主要是用于几款新品的开发和宣传推广，打造一条我们自己的生产线，并开发线下体验店。那行了，孙先生，哎，您的这份计划书呢已经非常详细了，要不今天先这样，回头我们再研究一下，尽快给你答复，好不好？好的。那谢谢各位了，谢谢。我觉得不错啊。赵总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这才融资300万，咱也知道上会讨论，赶明儿个公司门口的叫花子都得来排队了。孙总，这是夏总推荐的项目，我希望大家呢还是要重视一下。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互联网投资项目，所以才举荐不避亲，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我而搞什么特殊。那好，刚才过会的五个项目，我先表个态，我都同意投资。你们呢？有没有反对的？这前四个我都没意见，就这最后一个新梦想。孙总，没事，有什么话您就直说。我也不希望因为这是我朋友的项目而开什么后门，带坏了公司整体的风气，还是要以公司的利益为重。既然夏总您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就说说我的看法。您不负责投资这块，可能不太了解。我们地荣宝从一开始的投资策略就是高举高打，我们投资部投的项目它没有低于1000万，而您的这个朋友才融资300万，这跟咱们地荣宝的整体投资策略真有点不太相符啊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那就这样吧，这个项目待定，散会。喂，静怡啊。哎，刚才我们在会上讨论了一下，你的那个项目，怎么说，就你别灰心啊。哦，没事儿，本来我也没抱什么太大希望。不过刚才你在会上表现得特别棒，还有你的那个商业计划书做得也很好。这是我和小飞熬了两个通宵赶出来的。哦。对不起啊。你说什么呢？有什么对不起的呀？你放心吧，我对我们工作室的未来啊还是充满信心的。嗯，我也是。哦，那什么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车来了，回头再聊。好，拜拜。哟，这一大早这人都去哪儿了呀？
哎，师傅，热烈欢迎。嘿，瞅瞅瞅瞅，看见了没有？知道我们回来，估计给我们准备鲜花和蛋糕去了。这小林都自家人嘛，还那么客套。那不一样，咱们可是代表经侦出去的，大案告破，载誉归来。这充分体现了经侦队对我们老同志的关心和重视，也体现了经侦大家庭的温暖。看来小林同志这个团结工作搞得很不错嘛。欢迎！我代表平安市经侦支队再次向您表示欢迎。接下来啊，咱们群策群力啊。我对不起啊，我把你今天回来这事儿给忘了。那个，我先介绍一下，这几位是从省厅经侦总队临时调过来的同志。省厅？对，陈阳陈警官、赵庆奎警官、卢国华警官，这三位是我三叉戟吗？认识啊，虽然不认识，但是久仰大名的。96年东山杀人抢奸，我们上警校的时候，老师当经典案例给我们讲过。后来调到省厅，也竟听说平安市局三叉戟的事迹如雷贯耳。我们这是刚开完案情分析会，你没赶上啊。关于那20亿洗钱的案子已经接近尾声了，有一笔赃款呢，涉及临近几个城市，楚政委就特地从省厅把几位同志请过来协助咱们办案。哎，不错，三缺一。哎，楚政委，您干脆也搬过来得了，我们四个人正好凑一桌麻将。潘师傅，不要开玩笑。前一阵啊，你们调到禁毒队，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回来。再说了，这也是暂时的，你们先克服一下。徐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来，这没事吧？没事。我不用凳子，每天上班啊，我可以蹲马步。我马上去让他们给你们换三把好椅子。瓜大又出什么幺蛾子？有什么大不了的案子要从审厅调人啊？我看这门口啊，就差贴俩字冷宫。几位师傅，委屈了。我们服从领导安排，这儿挺好，远离喧嚣，清静，大棍子上厕所也方便。这是女厕所，那恐怕这清静你们还是躲不了。我们在侦破112专案的时候，发现了一笔3000万的不明款项。经调查呢，这钱是来自于一个叫聚力实业的公司，而这公司曾经涉嫌过外地的一起合同诈骗和非法集资案。由于涉案的金额较大，襄城、临城等地呢都掀起了挤兑的风潮，也是因为涉及面太广了，人家楚政委才跟我商量从省厅借调来那位三位。我，这是案情汇总报告，你们看一下。哎，小林，哎，你比陈阳还低半级呢，这以后我们大伙儿该听谁的呀？我还是专案组组长啊。啊。咱们是协同办案，不论级别。不过，你们回来的是真及时。我恳请几位能露一手，给咱们市局争面子、长脸，就犒劳三位了。少来这虚头巴脑的！我一点都不虚，我真心话。有真心的就别说话。那聚力实业那什么情况？小月，嗯，这份文件帮我复印两份。嗯，好的。哎，孙总，孙总怎么了？孙总被赵总给开除了，您还不知道啊，夏总。
somebody.